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看《感应篇》第94节：贪冒于财，欺罔其上，造作诸恶，忏悔贫人。这四句，上一次将前面两句介绍了，今天我们看后两句。后两句这个注解里面写得很好，我们读了之后就知道这个过失的严重。谗言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两舌绮语啊，口的四种过偏重啊，在这两种。当然任何一种与这个四种过失都有关联。注解里面跟我们讲，人纵有过，亦当须为掩护。这句话很重要，事出世间甚险，无不是教人积德累功，而积德累功实在就是在能够原谅别人的过失，要从这个地方下手。所以口业自古以来一切众生最容易犯的，所以世尊在经教里面善护三业，总是把口业摆在第一。这个用意我们要知道啊，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。我也常常劝勉同学们不要轻易说别人过失，什么原因呢？我们自己的本身过失太多了，自己有过失，有什么资格说别人过失？这是常理呀。等到哪一天自己没有过失了，我深深相信啊，你决定不会说别人过失。不但佛菩萨这样教诲我们，我们看看祖师大德啊，世间的贤人啊，这个人纵有过，亦当委曲婉转来帮他掩护。这个话是儒家说的。世间贤人君子所说的，如果这个人本来是平白无故之人啊，你要编造谣言捏造事实
去毁谤他，啊，去侮辱他。这种毒害甚于刀斧，甚于虎狼，这造作极重的罪业。啊，人本来没有罪，你在编造谣言陷害于人，啊，听你造谣的，多半是愚人呐，没有能力呀辨别是非邪正，啊，轻易听信你的话。啊，信以为真，产生的后果有不堪设想之处啊！啊，注解里头啊，举出古诗有这么一段话。啊，古诗曰：“谗言甚莫听，听之祸殃介。”两舌其语，危害最烈。这里举出几个例子，君听了，这个大臣就被杀了。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很多这个例子，啊，真正是忠心为国。有一些奸佞之人，在君王面前挑拨是非，啊，君王没有把事实调查清楚啊。就把这个人杀了。古今中外，屡见不鲜呐！啊，父听子当君，兄弟姐妹都为了争夺财产。在父亲面前造谣言，啊，说哪个儿子不孝，甚至于还找一些亲戚朋友造谣生事，使父子决裂。啊，夫妻之间听信谣言，造成离婚。啊，兄弟之间听信谣言，就从此互不往来了，亲情断绝了。朋友听信，这个朋友的交情断掉了，疏远了。骨肉之间如果听信谣言，骨肉会灭绝。所以这个诗到最后的总结，堂堂七尺躯，莫听三寸舌。舌上有龙泉呢，杀人不见血。
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里面，我们看到这是为嫉妒障碍造谣生事，毁谤讲经的法师，听众啊听信谣言，对于法师失去信心，不来听经了。这在五逆罪里面破活活身，戒经里面戒罪堕阿鼻地狱，极重的罪业。忏悔谣言之害这么严重，我们不能不谨慎呐。这些忏悔之言常常在我们的耳边，我们要有智慧去辨别。我过去跟韩馆长合作30年，30年是个相当长的时间了。当中忏悔之言也常常有韩馆长是一个有智慧明哲之人，他遇到有这些事情，他调查追根究底，所以有一些忏悔之人在他面前不敢讲话了，这是个明白人，必须追根究底，调查事实真相，不是轻易一昧就听信。那么现在韩馆长往生之后，我们得到李牧原居士的护持，这些忏悔之言呢，有增无减呢。李牧原居士是个明白人，是个有智慧的人，有定功的人。他虽然不像韩馆长那样追根究底去调查，他是绝不相信，无论你怎么说他听而不闻，这是古人所谓的谣言止于智者，这是有智慧的人呐。听信谣言的人愚痴愚痴到了极处经教里面佛说恶口之业，十堕刀兵拔舌地狱，
啊，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到地狱种种苦报，啊，刀山、油顶、拔舌，这都是口业所感的。那么看他造作影响大小，如果他影响的面大，影响的时间长，那真的很凄惨呐、堕在阿鼻地狱，永劫不得翻身呐。我们学佛，学佛是学开智慧呀。啊，昨天晚上我们在此地讲解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文殊会最后这一段，我们看到文殊菩萨赞叹善财童子，善财童子提出一些请教的话，值得我们学习，不但是值得，如果真正发心祈求无上菩提，一定要学习发菩提心，修菩萨行。食物是魔鬼的行为呀，不是菩萨行啊。听信谗言，这是随顺魔鬼。拒绝谗言，这是随顺佛菩萨。吉凶祸福就在这一念之间呢。唯有真实智慧，他才知道怎样去选择。没有真实智慧，轻易听信谣言，为外面环境所转，这种人纵然认真努力精进修持，也得不到结果。这个事实自古以来太多太多了，学佛的人多，成就的人少；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。不但是对人，由于嫉妒，造谣生事，甚至于
为门户之见，造下了谤法之过。啊，这些年来我们听得太多太多了，啊，许许多多的人啊毁谤下莲居无量寿经的汇集本，啊，恶意的批评，这个造的罪业重了，太重太重了。清心毁谤的都是佛学水平不高的人，如果佛学水平高，你的一些评论别人一眼就看穿了，只有水平低的人会听信谣言，障碍一个人往生呢，这个罪过还得了吗？那么今天在这个世界赞叹下莲居的汇集本是些什么人，我们能跟他相比吗？啊，我讲经41年，无量寿经5种原译本我读过，王龙书的汇集本我读过，啊，这其中只有魏默生的本子我有，但是我没有看，啊，没有看过，我跟你讲老实话，我为什么要选下莲居汇集本来讲解给大家介绍呢？我不是盲目的，我也不是人情啊，我跟下莲居老居士没见过面的，没有交情啊，而我们是就事论事，他的汇集本确确实实是5种原译本的集大成，啊，没关系，老居士，过去慈州老法师，慈州老法师在台湾有2个学生，一个是道元老和尚，已经往生了，一个是参云法师，在台湾很受人敬仰的慈老的学生，慧明老和尚当时看到这个本子都赞叹了，最初给这个汇集本做扩判的是慈州法师，啊，我做了一个详细扩判，我的扩判是以慈州法师扩判做基础，
分得更详细就是了。啊，里面许多这个科判的科题啊，依旧用慈州法师的原文，我不愚痴，我不轻易随人被人转了。啊，这个本子李炳南老居士教导我的，啊，我看仔细跟其他的本子比较，它确实有好处，啊，所以我们才发心宣扬这个本子。啊，我相信今天有许多回报这个本子，别有用意。啊，他不怕造业，他不怕地狱之苦啊，我害怕了。啊，这些年来，依着这个本子得度往生，有很稀有瑞相的人很多，我们常常听说，啊，甚至于有录像、有照片寄来给我看，我非常安慰。啊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得到了证据。啊，所以妄语、眼舌、惭悔之过是非常非常严重，啊，破坏人的家庭，建立人的骨肉，啊，破坏僧团，毁灭佛法，断人法身慧命，佛在经界里面讲的太多太多了。我们要细细的去读啊，细细的去反省啊，决定不造恶业。啊，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。啊，即使不相信净土，不念佛，他也必定升天享天福，他不会堕落。啊，所以不可以逞一时口舌之快，啊，造这样严重的恶业，啊，要特别谨慎，特别小心，绝不传播流言。啊，真正的要像李牧原一样，知与知者，我听了就算了，绝口不提。造业积德就在这一句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